我说职商呢分为八大能力，在工作的角度是有分三个能力。我们说的是不是职商是研究人和工作之间的关系，那么研究人有三个能力，研究工作有三个能力，研究人与工作有两个能力。那我们现在就首先从工作研究工作这三个能力着手。第一就是入世，了解社会分工，知道和理解你做的工作是什么，这是洞悉工作。然后就是融合，能够快速融合到企业中团队里。业专，那么就是能够把你的岗位钻研得很清楚，研究得很明白，成为这个专家。入世，了解工作，融合，对吧，融入团队，业专，钻研你的岗位。这三大能力都是四个字，很简单。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入世呢分为几个层面。那么入世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认识工作。这问题呢，我们第一感觉什么，我不认识我的工作吗？我不了解我的工作吗？其实很多人在求职，或者我们叫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叫做求职，对于职场来说叫做跳槽转换工作，其实他在转换工作或者求职时呢，真的可能就不了解这个工作是什么干什么。那么我们呢先给大家说一些观念嘛。那么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职业就是生产力。中国是一个职业化分工和职业化态度都不足的这样一个国家。比如说你去坐这个公交，你去银行办事，你会发现那些工作人员对你来说什么，你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工作，在干这个工作吗？还是在对付工作？想想看是不是。所以说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你为了维生，为了这个养家糊口，那你势必什么不会很开心的去干这个事儿，然后呢你就对付工作。然后企业呢就说我们要培养员工，就要培养我们的客服，培养我们的销售。其实背后的诉求什么，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职业就是生产力什么呢，因为社会是由分工来构成的，我们现在买的衣服，买的吃的用的喝的，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不可能说你自己去学会了裁缝，对吧，去生产了布料，对吧，然后呢再去做衣服，你只要去一般等价我钱去购买就可以了。所以说呢，不要妄想什么都自己去做。然后你参加社会分工的结果什么呢，就是你参加工作，你参加某个工作。所以说我们在中小学做活动时候会问孩子这样一句话，日后你想给这个社会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服务，往大了说就是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家庭教育时有意识地给孩子传授这样一个概念，在人生使命上你要给别人提供什么，那么理想就有了。然后我们这样一个理论，你喜欢的工作就容易做好，就这么简单。但是呢现在呢，我们有喜欢吗？因为我们的教育把我们的喜欢偏好兴趣给磨没了。你会发现现在你有的是时间，长假7天、20天、30天，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只能说通过感官刺激，看看电影，逛逛街，买点东西，睡觉，看电视而已，偶尔看看书。你没有一个什么我孜孜以求的去研究一个东西，去这个比如我喜欢搜集杯子，我呢把这杯子自己好好手工制作一个，你没有这样一个兴趣，你都是什么感官刺激、休闲放松消费。所以说中国人的休闲是没有兴趣的休闲。再一个，适合的工作容易创新，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命题。什么是适合，这个是需要你的体验。我一直说在择业时呢会问大家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就是你如果仅仅吃过香蕉跟苹果两种水果，然后我问你，你最喜欢吃的哪种水果，你觉得哪种水果最适合你，无论你怎么回答是不是都不尽科学准确。那这就跟我们职业是一样的呀，如果你从小到大仅仅知道教师、记者、银行的柜员，你仅仅知道这三个工作，那么你怎么选，你怎么去了解，也不多呀。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在高中时、大学时体验很多工作，了解很多工作，你这两个方面的选择就相对准确一些了。这也是给我们在座的如果有家长的话，要带你的孩子去多去体验职业，多去了解职业。比如现在北京有这个儿童职业体验乐园，扮演消防员，扮演飞行员，扮演教师，
那去办雅就是去了解啊，然后家长呢再看那个电视啊、电影啊，包括在我们去办事啊，比如说你去搭公车呀、啊，这是公交人员，这是司机，对吧？等等的，他们是干什么的？给孩子去介绍，这都是让孩子什么去了解工作，这样他在以后的职业生涯的选择上就会轻松一些。然后错位的工作让人对付，就是我刚才一说的那个所学非所做，所做非所愿，所愿非所能。那你就会去对付工作。那么如果对付工作会有什么结果呢？对吧？你试想一下，如果你特别自豪，特别愿意跟陌生人讲你是干什么的，讲我这个工作有什么意思，特别好，那什么证明你喜欢他。如果呢，你的亲朋好友问你是干什么的，你不想说，当然有可能什么，你看不起自己的工作，不太喜欢自己的工作。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国外的影视剧中，这个人呢很愿意谈他的工作，很愿意把自己的工作的成果分享给别人。而我们呢，如果你不喜欢的话，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少见。再一个，这个工作结果就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公司会要辞掉你。这句话给大家去参考，工作的对立面它不是休闲玩等等，而是无所事事。就是你有大把的时间，我说的放你七天假十天假，你不知道去干什么，你不知道去做什么事情，你没有兴趣，没有追求，就这样一个体现。所以说我们企业现在呢，单纯的在讲敬业，要提升我们服务人员各类人员的一个敬业程度，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你到底是不是喜欢呢？但是我们要对自己负责，然后呢公司呢就要你什么呢，提供品质。但是中国人呢现在的职业道德普遍不高。什么职业道德呀？就是你为所交付的工作成果负责到底。举个小例子，比如说你要离职了，你是个人力资源专员，你要离职了，那么有一个员工，他要办理入职资料，入职手续，给你一些资料，你要离开了，如果你认认真真的把这个资料给下一个交接的人，告诉他一清二楚，证明你有职业道德，就这么简单。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对，忘了，不是我的，不关我的事儿了。然后呢，等你离开这公司了，这个交接人呢，或者前同事啊，给你打电话。你很不耐烦，很不想继续帮他，觉得公司对不起我之类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工作职业道德不够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你的质量，你提供工作的质量就是你的工作价值。但是现在呢，工作结果、工作效果、工作价值，并不是很多职场人能理解的。我发现很多职场人呢，领导给你安排一个任务，你呢就是完成了这个规定的行为动作，而不讲究也不寻求说为什么让你去做，做到什么结果别人让别人满意，我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这都是说对工作理解不到位的一种意识。没有什么工作是容易的，总有些人想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份工作上，这是职场新人常犯的一个错误。这不好那不好，其实想想看，如果你没有适应工作、搞定工作的能力，这个能力没有形成的话，你到哪里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没有什么工作是轻松的，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那是你当老板之后才可能实现的。而且大家会发现，当老板之后下边更晚了，所以说任何事情都非常艰难，任何工作。所以说呢，基于这一点呢，我们要干嘛呢？就要选择好你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职场人的选择工作是这样选择的：这个工作热门，这个工作赚钱多，这个工作呢，这个我觉得名字不错，声望不错，好，我去干了。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放弃了，跳槽了，跳到哪里呢？又不知道了。所以说，因为不了解而选择，因为了解而放弃，这是职场人常见的一个选择工作的误区。这个呢，都是什么？对工作的理解不到位。再就是什么呢？就是尊重别人的劳动，别人才能尊重你的劳动。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工作的自我本位的，从来不去考虑你工作在这个企业链条中的价值。举个例子，比如说财务报销，对于大点的公司来说，会有很多人，对吧？常见的什么报销，那么如果你要财务人员如果想不清楚的话，如果是自我本位的话，他呢这个条不合格，无限次的给你打回去，对吧？当然遵守财务制度是对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说他有的时候呢不去考虑这个效果，你这工作十分紧急，那么用什么借款呢，什么方式去完成啊，他就是所谓的
冰冷的在执行所谓的一些制度，但他却没有从公司的角度去格局去考虑这事儿不做会有什么后果。所以呢，业务人员跟财务人员总会发生冲突。那你想看业务人员这事儿不办会影响什么业绩，影响什么成果，财务员说我不管这些票不对，就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呢，这是财务员的一个本位。那你想看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这是一个小例子。再比如说中国人只要花点钱就觉得特别是老大的感觉，比如说去餐馆服务员就非常理直气壮，非常非常不客气那种感觉。你要看看国外的影视剧，你会发现人家叫服务员是怎么叫的，咱们叫服务员怎么大声说话的。其实这背后呢就是什么，是家教，就是人的一个礼貌素养问题。那么我们说在职场来说呢，就是工作，你要想让别人尊重你的劳动，就是别人所付出的工作你要尊重他，要配合人家。比如说前台你要去领笔，那你要去填表，你也首先尊重前台，前台才能说帮你去叫人什么之类的。很多人呢不尊重前台，不尊重保安，不尊重保洁，对吧？你先从内心中就看不起人家，都不想跟人说话。那想想看，对吧？工作之间以后的配合就会有艰难。所以说与其说尊重别人，尊重工作背后是什么，就是你对人的一个态度和家教礼貌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人高在上是总经理，你特别谦恭的跟他说话；如果这人是一个保安，你就一副冰霜很瞧不起的样子跟他说话。这是人的人品问题，在我看来人的素养问题。那么我们说理解别人的不容易和问题，我们说怎么去跟别人相处啊，你个人呢要发现别人的长处，每个人都有优点，我跟他学习他的优点，要理解他的难处，每个人都有难处，然后呢要不忘记他给你的好处。你掌握这三点，你发现你的人际关系就圆润很多了。我们接下来说下一个观点，就是干好才脱离。这事儿很多人一时就搞不清楚。我们说第一点什么呢，干什么就要像什么角色。你会发现有些人觉得对付工作或者说不好好工作，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工作意味着什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客服人员，你想想看，客服人员你是服务别人的，这是别人对你的一个期望和认识吧。即使公司给你定位有一点偏差，那么在别人来看你就是干这个活的，别人找到你了你就要去帮忙。再比如说餐馆里我们去点菜，我们或者遇到问题了，我们第一时间就叫服务员，就找服务员。那这个服务员呢，他觉得这事儿这个区不归我管，我是管这个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你来看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司的印象不好，因为你立的是我找你这里消费，我是你的顾客，那么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都要服务于我，这是我们一般的常见认识。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像一个合格的员工，那你就应该不管你负责哪个区的都要去帮忙。这一点呢在我看来什么呢，就是国际连锁的麦当劳肯德基做得特别好。他们每个人也有分工啊，但一忙起来了大家什么都互相忙，互相帮忙。再是什么呢，很多人尤其一些职场新鲜人在工作一两个月之内呢就说工作不好，然后呢就要走。在我看这是什么呢，就是职场的逃兵，包括转换工作也一样。我们说干好才脱离，为什么？因为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你必须要把当前所不喜欢的工作干出成绩了，干到优秀了，你才能从此不再干当这份工作。为什么？因为你被提拔了。如果你一直对付一直对付，那没问题，你就一直干你一直所不喜欢的工作吧，就这么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理论认识，我们才说要什么尽快的胜任和搞定你的工作。我们换工作呢就是切记从零开始，我们说换行不换岗，就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你是做人力资源的，不管是家居行业还是餐饮行业，我都是做人力资源，是我的能力在什么在积累吧。或者说我换岗不换行，我在这个餐饮行业对吧，我一开始做的是人力的招聘，现在呢我去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餐饮行业的什么呢一个培训，行业我知道。也就是说你要最大化的把你曾经积累的优势利用起来，这样你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换工作都有什么比较好的发展。很多人的气力什么呢，就是完全抛弃之前的所学专业，抛弃之前的所做的经验，那么重新去找，这是最艰难的。这也是很多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无准备的跨专业就业。本专业呢是优势不去找，还跨专业，跨专业也可以，那你要去准备啊，
要去考职称的证书啊，要去专去报第二专业呀、啊，对吧？要去这个看相应的书啊，没有准备，所以说就业难了。那么对于我们很多职场新人来说，如果你是第一次工作，那么就要把工作干好。这个观念我一直给他们简单建议，就是如果说你找了一家公司，你最起码要干一年，最好是干三年，然后再去换，哪怕你再不喜欢，你要干满一年。那么就是什么，这是一个职场的一个体验和历练，因为你早晚要了解职场的一些人事规则，那么还不如在一家公司里面把它搞定学完，然后呢再去成长，否则你不断去换还是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我们说的干好才脱离的观念。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工作满意度取决于工作投入度，这跟下面是有相连的。很多人呢只是什么喜欢一小部分，做了一小部分就说不喜欢，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每个工作的话，假设它有十项工作内容，每个工作假设都有十项工作内容，那么你要没做五件以上，你就不能说什么自己不喜欢，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类比。所以说对于我们职场人来说，如果你现在能够花一个小时时间滔滔不绝地把你的工作岗位介绍得一清二楚，都做什么事情，证明你了解了，你可以说我不喜欢，可以说我去换，但是如果你连十分钟都说不到，你根本就不了解呀。就这么一个简单衡量，一小时时间来说你这个岗位工作是干什么的，都有什么事要去做，你就随便去说。这样说这个关键就是能力在分外，这对于职业生涯初期的人来说是最主要的。因为什么？职业生涯初期在打杂，对吧？在做额外的工作，在加班，但他们理解不了为什么要加班，理解不了为什么这工作不是我的，为什么要干呢？我个人从这角度来说，能力呢是在实际的行动中、活动中形成的，你得去干。本职岗位，你的自己的工作岗位，可能说只能锻炼五个能力，那么你想锻炼第六能力怎么办？你只能干额外的活啊，这么简单呢？另外一个，加上你的年轻，你能熬夜，你的体力好充沛，你30岁的之前你不去锻炼能力，难道你40岁时候去练打字练五笔吗？所以说有些职场上的基本能力还有一些提升高级能力就要在你年轻时去形成。比如说你现在不会主持，领导就硬派你个活你来做主持，你很闹心呢，不是我的分内活啊，但是你做了5次之后你发现，哎，我会主持了，所以说能力形成了。那么我们就要做主动分担额外的一些工作。直接举个例子，我们公司这个又有一些新员工嘛，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建议他们，我说如果公司啊有什么这个周末加班呢，请你主动的站出来，主动说领导我来吧。他说为啥呀？为啥不是轮呢？我说不会轮呢，在中国这个资历就是这样，职场新人就要先做一些边缘的额外的活，如果你不主动会有什么结果吗？领导还会派你，小李明天来吧，还是你。那么为什么不去报一个自我锻炼，还有一个表现自我意识，领导以后周末加班事就都叫我吧，就是你不说这话领导也会叫你啊，你还不如把这姿态做出去。那么从个人成长角度来说什么呢？就是能力在分外。从一个工作实际来说，你不主动也得干。洞悉工作就是了解工作，我们在座各位能把这张表搞清楚了，天明白了，你就了解工作了，就是这样一张小表。那么你的岗位核心工作是什么？创造核心价值的，被上司所认可的，可能有3个层面，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交叉，如果有交叉提炼总结一下就可以了，合并就可以了。那么你的核心工作是什么？1、2、3自己去列一下。然后一般工作、普通工作是什么？可能的临时工作有哪些？然后呢不同的维度，公司就是岗位说明书直接规定的，你的上司跟你谈话交流直接说的，还有你自己觉得认为的，接下来然后呢一合并就是你这个岗位应该做的几件事。那么这个岗位探索的表是个什么呢？适合你刚去一个公司，刚换上一个岗位，无论你是工作几年，被提拔了呀，这个换工作了呀，刚大学刚求职啊，你已经把这个表这几个工作搞清楚了，梳理出来几个事件，那么就证明你对这个工作了解了。